家好，我是 Niko， 啊，又跟大家见面了。大家最近过得还好吗？今天呢，我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制造的东西在电子的那一块，因为整个大行业，那中国的电子制造的电子类的产品呢，已经在国际上已经有很广泛的一个市场认知度，然后也有很多很不错的品牌。那同时到我们效果器上面，我们乐器行业的效果器呢，以及一些什么电钢啊、七七八八的这一类的东西呢，也在国际上有一个很广泛的一个认知度，然后也有很多很不错的品牌，我之前都有给大家介绍过。那在关于制造吉他这方面呢，却总是有点差强人意。至今为止，虽然说我们国家的代工的做品牌代工的能力是有越来越好，但是呢，始终没有一个自己的中国完全国产本土化的一个品牌在国际上占有一定的知名度，或者说让别人觉得有眼前一亮的。那直到我最近发现了一个很不错的牌子，我最近才看到它。说真的，但他们其实之前已经做了三年了，但是我最近才跟他们有接触，才发现它。那我一跟他们接触之后，我就觉得哇，这个品牌我真的一定要推广给大家，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这么优秀的一个品牌。那它的名字叫做 ALP 吉他。ALP 吉他，大家看到，首先它是一个旅行吉他，是一个框架吉他，然后它有很多设计非常精妙的一些巧思。那等一下呢，我会给大家细细的分享。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厂家，那这个 ALP 这个厂家呢，其实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它的一个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也蛮有必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的。那首先，他们这个厂家呢是在浙江。那浙江以前，他们这厂家最早是代工一些硬件类的，我们乐器类的硬件，比如说琴桥啊。弗洛伊德类的琴桥啊，然后什么弦索啊之类这一类七七八八的一些硬件，那他们做了已经硬件代工了十几年了，所以呢，你看他们的设计出来就特别有工业的这种气息，你看这个金属类的啊什么做的都非常好，非常的漂亮，这是他们的优势。然后他们自主开发了 ALP 这个品牌，虽然说推广刚上市只有三年时间，但是其实他们已经研制了十来年了，一直在开发当中，一直在心中一直有这么一个东西在这里，然后慢慢花了10年时间，慢慢让它变成现实手上的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呢，据小故事来说，好像是这个品牌的前身是这位父亲先是做，然后做了十几年，然后现在准备退休了，然后他的儿子接着接过这个衣钵，然后再接着把 ALP 推广出来。那这个故事真实性我不知道，反正是那个唐朝陈雷告诉我的，大家可以去问他。所以是一个非常蛮值得我们敬佩、蛮优秀的一个牌子。虽然它只出现了三年哦，但是呢，在国际上已经很有知名度了。在国内，大家肯定也会看到哇，眼前一亮。那包括他们还有一些跨界的合作，之前有跟戴尔的笔记本，对吧？好像是戴尔的笔记本也一起拍过广告，还上了那个电影院的院线啊，非常棒。那它有什么优势值得我推荐给大家呢？第一个，身为一个旅行吉他，那经常出差的朋友可能就需要一把了。那它的尺寸呢？虽然说它是一个旅行吉他哦，但是它的脖子尺寸是正常的尺寸啊，正常的 25.5 的尺寸，弹起来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然后它的身体呢，也是非常的舒服的，非常舒服的放在你的身体上，并不会有其他的一些旅行吉他。大家知道，其实可能说是旅行吉他，但是这个尺寸呢、啊，各方面的设计并不舒服，弹起来有点难受，所以导致很多人不太愿意接受，不太愿意想去买旅行吉他。但是它完全不会有这样的感觉，整个很舒服的搭在身体上，然后它的琴型啊，各方面的操控都跟真的吉他是一模一样，弹起来你不会有觉得啊，我需要去适应一下什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拿上手就可以弹，真的很方便，很舒服。那音色呢也非常的不错。那旅行吉他，而且它的大小，你可以放在你的行李箱里面。那一般这个大小可能放在我们28寸的行李箱，你可能这样放不下，但是斜着放可以放下。那它的这个框架呢，跟其他的设计就非常不一样。那以前雅马哈也有出过框架吉他嘛，但是它的框架是你要安上去的，那个，讲实话，我觉得有点丑，那个造型有点傻。但是它呢是怎么样的？给大家变一个魔术，走你，看没有？它这框架是可以收起来的，这样打开，关闭。可以收起来，然后它下面这个底座也是可以收起来的，一个按钮按下去，这样收起来，所以完全就是这么小小的一只啊，摇把可以去掉，这么小的一只你可以放在行李箱里面，非常的方便，非常的舒服。好，那它的设计精妙之处呢有哪些？来，我们一起来从开箱一起来看一看。好，那我们从开箱开始一起来看看 ALP 吉他的巧妙之处。首先大家给大家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哇，这个纸箱子特别好，不像大家买普通的那种吉他的那个薄薄的纸箱子，这个纸箱子像是一个礼物盒一样的，非常好的一个质量，非常厚的
很漂亮的一个纸盒子，这就好像情人节我买给我女朋友的花一样，花也有这种盒子，但是我还被她吐槽说买的像棺材盒。但总之这个造型啊，这个纸盒的质量非常好。当然你可以在他们也有配这个包包，但这个是需要花钱选配的。这个包包质量非常好，大家看做工非常好，然后是这个音乐驿站啊，是另外一个专门做包包的一个牌子给他们做的代工啊。这个包的质量是非常好，虽然说有点小贵，但是我觉得还是蛮值得的，毕竟做工质量在这里。好，我放一遍，那我们来打开它吧。好，哇哦，那打开它，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个这个是它的使用说明书。啊，使用说明书里面有这个它的一些琴桥调节啊，然后一些七七八八的一些使用说明，但大家看不看无所谓哈，我现在会给大家讲解。然后它的一些配件，摇杆，那这个是耳放的充电线，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 USB 线啊。然后一些扳手什么的，调节扳手。来，我们来看看 ALP 吉他，从头开始看起啊。来，首先它是无头的造型，非常漂亮，无头造型。那不仅仅是这样哦，给大家变一个魔术。哎，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拨片盒，非常巧妙的把拨片盒设计在了这里。那你放下去啊，它这里而且是有带磁性的，你放下去之后它会吸在这上面，不用怕它掉下来。那你要了之后啊，非常简单，你就可以把它拨一下就取出来了，可以藏你的拨片。来，我们往下看。来，它这里是传统的弗洛伊德式的这种锁弦的方式，那用的琴弦是从这个带珠的部分从这边上下去。那等一下我们讲解琴桥呢，那它用的琴弦呢就是普通的琴弦，你不需要像以前的斯坦伯格一样要买专门的双头的琴弦了，这个就普通琴弦就可以用啊。头从这里穿上去之后，这里锁住啊。它的琴枕这是一个灵品的设计，灵品设计的必要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它跟琴桥材质是一样的，所以呢你在弹空弦音的时候啊。然后以及它跟品丝的材质是一样的，那你在弹空弦音的时候呢，它的音色会跟这个品丝的音色会更保持一致，听起来会更舒服，然后黄铜的传导性也会更好一点，金属的传导性会更好，那这是它的优势。而且呢它的这个设计蛮妙的，就是它可以调节高度，那这里有三个螺丝，这里可以调节这个琴枕的高低，这样更方便你按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可以调节自己想要的音频的高度。好，接着往下看，这里是孩童的品丝，镍铜的品丝吧，应该是啊，它的品丝处理的非常好，它整个边上倒角倒得很舒服，你摸过来一点都不会感觉到刮手啊什么的，非常的顺手，很舒服的一个感觉。好，接下来称之为 ALP 吉他，称之为便携吉他，它主要的原因就是大家看它的身体是可以这样子展开的，这个设计真的是很巧妙。因为以前的那个什么雅马哈不也有框架吉他吗？但是它的雅马哈框架吉他是你要安装进去的，这个是直接转出来就好了，是不是很巧妙？那下面这个部分呢，这个底座这个部分哦，底座这个部分它有三档的高度你可以调节哦，第一档就是这样放到最低的情况之下。啊，第二档呢？啊，这里有个按钮啊，你按下去之后呢，往上提，可以把它拉起来。这是第二档的高度。那根据你自己的手的情况不同，有些人可能个子比较矮，所以他需要琴更高一点，那你可以调到等一下我们讲第三档。那比如说你的手比较长的话呢，你就用第二档，那看个人的喜好了。然后你再往上提，这是第三档最高的这一档。啊，这是可以调节的高度。那我们来看它的身体部分，身体部分这整个身体呢就是 CNC 切割出来的，所以呢你不会看到有任何的焊接的一个部分啊，看起来非常的干净工整，很有工业化的一个制造的一个感觉，非常的舒服。然后它的拾音器配置，单单双这个型号120，它的配置就是单单双，大家看这个拾音器看起来好像是封闭的，以为是 EMG 的那种感觉，对不对？但其实它是被动拾音器，就是传统的那种拾音器的声音，其实它的声音并没有很猛。然后标准的五档啊，音量钮、痛钮，这个钮呢是 preamp， 这个不是 preamp， 这个是耳机放大器的开关，当你打开就咔的一声，这样就开启它的耳机放大器了啊，这个灯亮了就开启它的耳放。当你在外出旅行的时候，你想要练琴，接上耳机，比如说你在动车上，是不是你就可以练琴了？接上耳机，耳机插孔在后面啊，
这样子呢，这个钮是调节它的耳放的功率的大小。那你不用它的时候，记得把它关掉，灯面就关掉了。哎，它设计最大亮点，我最喜欢的感觉最妙的就是它的琴桥设计了。看它琴桥哈，弗洛伊德式的两点的固定啊，然后呢，弦鞍每一个弦鞍都是可以单独更换啊或者调节的，每一个弦鞍都是可以调节的，非常的方便。大家看最底下的这个小螺丝，这个螺丝是调节弦鞍的弦鞍的八度的，往前就是八度，往前后可以八度的调节。好，那大家有个问题，我要怎么调节这个琴弦的高度呢？琴弦的高度，第一你可以通过调节这个固定的螺丝来调节。第二呢，好巧妙的一个设计，就是大家看到弦鞍这里有一个螺丝呢，这个螺丝是怎么调节这个弦鞍的呢？来，这个角度给大家看一下，侧面大家可能会看更清楚一点。它的设计呢，大家看到这里面其实是一个小半圆的一个形状，那螺丝是卡在这个小半圆这里的。当你把螺丝旋紧的时候呢，这个半圆就会转动，转动它就会带动了这一颗弦鞍的高度了。当你把它弦紧的时候，那它就会转上来啊，这搭着的琴弦不就变高了吗？当你把它放松，它就会降下来，琴弦就降低了。这设计真的非常的非常的精妙，真的太棒了。好，那它的摇杆呢，摇杆是直插式的，不需要上螺丝旋紧，就是直插式的摇杆，直接插下去行了。那这个是调节这个摇杆的松紧度，这个小螺丝。那我要怎么调节这个音准呢？通过这个螺丝来调节。当你旋紧啊，就是把音高调高，放松就是把音高降低。那它要怎么上弦？刚才我们讲过，它的上弦的方式就是用普通的琴弦。那这一头呢，就是没有球的这一头。这一头很简单，大家看它的这个部分，轴承的部分。轴承部分，大家看这个中间是不是有一个空？有一个空，我们把琴弦插下去之后，然后旋紧它就 OK 了。那大家有一个疑问，我要旋紧它是不是感觉好像很费力的感觉，对不对？好，又一个非常妙的巧思是这里，它需要用到扳手。那扳手在哪里呢？扳手不在你的包里，也不在你的琴盒里，在哪里？扳手在这里，这就是它的扳手。哎，我从哪里变出来的？就是在这边，看到没有？这里有一个缝隙。好，我们把它看，它是有带磁性的，只要你放进去之后，它就会组织自己吸在这里了。你要的时候，我们把它拿出来，啊，这个是可以旋转的。那我们就这一头放在这里，内六角，然后通过旋转它来调节它的弦高，调节它的音高。好，用完之后呢，我们再把它放下去就好了。设计是不是非常的巧妙？好，来看到这个部分，哎，为什么会这里会有多两个框框呢？啊，这个我有疑问很久，然后我问了他们，他们告诉我说，你看这两个地方，这两个螺丝孔是干嘛用的呢？在之后呢，他们会发布一些拓展包。什么叫拓展包呢？就是 maybe 他会发布一些卡子，比如说卡 GoPro 的，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东西。之后会发布，我相信 ALP 还会带给我们更多的精彩。来，我们来看看它的尾巴部分。那这个地方就是背带扣，然后呢，这个是给耳放充电的。那你可以用我们正常的这样子的电源充电，那你也可以用 USB 的充电。那 USB 的话，这样就很方便，你不用带着专门的充电器，你就用我们从手机的 USB 线或者从其他设备的 USB 线就 OK 了。这是耳机的输出口，然后这里呢就是我们正常的吉他的输出插孔。来，接下来我们看看背面，背面也一样是很干净整洁的，你不会看到一点多余的拼接焊接的地方，非常整洁的一块。好，这样它的背板也是开的，这样你调节这个弹簧的松紧度的时候就在这边调节行，不需要把背板拆下来。那这里是它的电路仓，你看，所以它整个设计就是 CNC 直接刻出来这么一块身体，整个看起来就非常的干净整洁，没有多余的焊线啊、焊工啊什么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整洁漂亮。然后它的脖子也是上着漆的，所以摸起来整个手感是非常顺滑的。然后
后它品质处理也很好，所以整个手感，而且它是正常的弦长哦，就是标准 25.5 的标准的芬德尔式的弦长，所以你拿到手你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非常的非常的舒服，就是像是弹正常的吉他一样。而且你把它挂在身上的时候，那我试过，那它的平衡性也是很好，它并不会头重脚轻或者不舒服的感觉，就是很舒服的一个斜着在你身上 的一个角度，像正常的吉他一样的感觉。真的是一个设计非常棒的产品。那当然它也不只有这一款，它还有比它这个，我这个手上型号叫做120，好像还有一个叫100还是80的吧，就是型号也不一样，还有一个200的，就是它的型机配置啊，然后一些其他的配置不太一样啊，总之有很多种选择，你可以自己选择。虽然说大家感觉这个价钱有一点点小贵哦，大家可能会觉得贵，但我个人认为其实它值这个价格。因为就好像你去宜家买家具，大家看那个家具就几个木头，凭什么卖那么贵？但是为什么这么多人买？因为它设计精妙啊！好的设计永远给你感觉是这样的，就看到它，我靠，这样也可以，我怎么没想到？啊，一拍脑门，你觉得你自己一拍脑门，你就能想到吧？大错特错！真正巧妙的设计呢，肯定至少是花了很长时间的功底，在设计，在练习。当你有了这么，大家做音乐都知道，当你有了这些的基础之后，你才有再加上你再。叮的一下，这个时刻你才能出来很妙的东西，而并不是说你什么事情都不做，只要坐在马桶上就会叮的一下，这是不可能的。OK， 所以我们花钱买它的设计，我觉得是对设计师，然后对于中国制造的一种尊重或者一种认可吧。那我为什么要买它呢？那买它的原因，当然第一个是便携，我经常出差，然后它弹起来呢，也不会像其他的便携吉他那样，你需要去适应啊什么的，它完全就不需要那么一个适应的过程，弹起来就非常的舒服，跟弹正常的吉他是一样的。然后它还是我们100%的中国产设计的，中国设计、中国制造的这样一个东西。那大家比较关心的可能是音色方面，音色方面，那其实呢，应该这么说，金属类。的传导，从物理的角度来讲，金属的传导性肯定是比木头更好的。但是呢，我们乐器用的是木头，是因为木头不同的木头它有不同的个性，产生不同的声音。那同理可证，同样的金属的身体它也有它的个性，它的声音，它的声音会跟木头的不一样。那大家如果你是一个vintage 爱好者的话，那你肯定不能接受不了它的声音的。但是呢，如果你不太没有太追求那方面的话，它完全拥有他的自己的声音的个性在那里。那当然你不能非去做一样的对比啊。那在一些追求 vintage 的人来说，马洪甘尼跟 Arder 的声音是完全不一样，对不对？用处也完全不一样。那他作为一个旅行吉他，那你当然会要有一些取舍。那你又要有 vintage 的声音，然后又要能够便携，然后又要价钱不贵，然后什么的，那这样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要求你想买一辆法拉利只需要10万块钱，然后它速度可以到300，然后它还可以拉一吨的货物，拉一车的人嘛，对不对？那当然不可能的嘛。总是要需要一些取舍，去选择你自己喜欢的商品。但是呢，至于你要便携或者出门这一块的话，真的 ALP 是最好的选择了。然后其他没有，真的不会，其他我市面上没有见到比它设计更棒的一个产品了。好，然后当你把它放在身体上的时候，你并不会觉得
重心不平衡什么的，它很舒服的放在身体上，就跟弹正常的吉他的这样的高度啊，然后这个脖子的这个倾斜度啊什么的是一模一样，很舒服的。那同时呢，它自己框架放在你身体上面，那一些女生朋友呢，你可以选择这样夹起来，你可以放在这里 ，OK？ 那当然你也可以放在这里，放在这里的话。对，还可以纠正你的坐姿，你就必须挺着这样子来弹布里德驼背，那非常棒的一个框架。OK， 那有一点点不太好的东西，这个我已经跟他们反映了，他们之后会改进哈。有一点点不太好的东西，因为它是一个框架嘛，那比较瘦的一些朋友，你就直接卡到肋骨上面了，卡久了会有点痛啊。那比较瘦的朋友会，那胖的朋友没关系，那你就只能背低一点，放在肚子这边比较有肉，就不会太痛，或者你放高一点，在胸部多少有点肉可以挡一挡。那他们已经在研发当中，之后可能会出去扩展，比如说有一个什么缓冲的东西啊，咔的一下放在这里啊，然后可以有一个缓冲垫之类的啊，这样子一个东西了。那总之它的舒适性、平衡度就跟弹真的吉他、真正的正常尺寸的吉他一模一样，你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直接上手不需要去适应你就可以用了，真的非常棒。有关注制造的或者说在做设计的朋友就知道了，当你看到一样商品的时候，当你看到了这么一个产品在这里的时候，你真的可以感觉到这个产品它是不是有灵魂的，它只是想随便做一做来抢一个市场，只是想混的，还是说它真的花了很多的心思，很多很巧妙的构思去开发出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这个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感同身受的感受得到你是不是在用心的做产品。那 ALP 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他们是真的非常用心的在设计在制造，把这么棒的一个东西带给大家，不光是为我们民族品牌，为我们中国制造赏脸，同样在国际上也为我们中国制造的东西真的一席之地得到很广泛的一个认可。那我自己也非常喜欢 ALP 啊，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试一试咯，希望你能够喜欢支持我们自己的国产品牌，加油，再见。Oh, I'm gonna get you good.